五颜六色素食餐盒，业者调配有健康依据。我们这个五行餐盒的话，它里面就是蔬菜二，然后蛋白质一，然后再来是碳水化合物一。那特别是菜色的部分，全部都是使用这个原形的食物来做这个制作，并且都是采用好的植物油，那让我吃起来觉得身体是很没有负担，很轻盈的。桃园慈济荣总团队前往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推溯结缘，护生观念带动了一些回应。如素护生是我们从个人可以做的最简单的一件善事，所以我希望至少大家都一日一餐素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桃园报道。